这看起来是有人在，就有人。
看起来不合理。合理啊，那么多很急啊，不是一两个。哈哈他这么快的速度，还有办法闪过这些摄影机？所以昨天他拍到那个阿祖路线普通，对，想要看人家从这边跑，哦，还不知道想要看你从这边跑，没有这边的，这边的，这也很陡啊，嗯，这感觉是被大家一直滑滑出来的雪道，这个比较像是登山步道的雪道。这个就乱了，乱跑了，反正乱跑，我想他就跑。双板比较灵活，还是单板比较灵活？双板比较灵活，它转弯还是很难。你看它切得很细耶，这么小的路，它都能直接钻过来，超强的。我现在走上来了，这个抖成这么样，有人走啊？有了，那是脚印啊，不然就是他跌倒之后再走上来。有动物的是蛮多的，有人的，只有刚刚那一段而已。刚刚没有，没有断的。眼睛不痛，不觉得很白吗？眼睛为什么会痛？就是这个。那条路线很多人在走，足迹应该是很明显，好惨。Thank you.